视频开始，小伙伴们先看一下手机电量有多少，评论区电量一样的就交个朋友吧。小脑袋瓜子里创意多多的外国小伙们竟然想到要用糖浆来复制一双脚，瞅瞅，把硅胶倒在模型盒子底部后，小伙就将自己的脚伸进去，紧接着在网上倒一层硅胶，当硅胶成型后就把糖浆倒进去，当当当，一双糖果脚就出来了，舔上两口味道绝了，甚至还有小老外自制人脸棒棒糖的，哈哈，这造型简直和真人的一模一样，把自己放在嘴巴里舔一舔的感觉真的太奇妙了。这不，日本小哥就迫不及待想尝试一番，不过他要用果冻来造作。哎呦，小伙子的脑洞很不错哦。开始前，小伙先是用硅胶打造模型，等等，他这是打算要复制整个身体呀，不得了不得了。在朋友的一番努力下，低配版小伙模型完成了。这时日本小伙再把制作好的果冻倒进去，忙活了两个小时，整个模型都填满了，密封好，静等一天后再看。 Oh my god， 这不仅身高体型像，就连身体上的毛孔皱纹等部分都很逼真。废话不多说，赶忙拿上勺子来两口，猛一口下去，味道没谁了。怎样，小伙伴们想要尝试一番吗？视频素材来源网络，我们下期再见。